下午好，今天感觉如何？上场比赛你表现得太好了，尤其是那次助攻，不愧是顶级球星的事业。这两天就好好的休整一下，下场比赛也是生死战呢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先来放松一下你的颈椎，慢慢的往你的左边转动，拉伸一下侧面。慢慢的回来，回到正面，再向反方向，慢慢的回到正面，再一次向你的左边，慢慢的转。手一点一点拉长的感觉，好，再慢慢的回来，转向。回到正面，好，现在我们进行上下的一个缓慢移动，先慢慢的向下。再慢慢的抬起，向上抬，向上抬，向后仰，停在这里。
往下，这是我也感觉后颈比较紧。再一次向上抬头，往上看，仰视。现在我觉得前面脖子下巴。可以进行一个复合的转圈式的缓慢移动，先低头，慢慢的低头，然后我们画圈式的转动的脖子，先向右。向上抬，再向左缓慢的转动。OK， 再慢慢的。向左转动到左边，再慢慢的低头，回到正面，我们反方向的进行。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颈椎稍稍松翻了一点？那好，接下来呢，趁着我们还是坐立的时候，做一个简单的手臂拉伸放松的动作。我们一起做，伸直起你的左手，是我的左手，它伸起来，然后放到脑后，去触到你的后背中央，再用另一只手
施加一个向下的力，会感觉到这个部位有拉伸感。我们再来换一只手，你的右手，我的右手，同样的举起来，放到后背，胳膊这里，施加一个向下的压力。点劲儿往下压，让他帮你多施加一点向下的力，因为你身体的柔软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手臂动作，依然我们会从左边开始，像这样往前伸，向的左边，也就是拉伸的右臂，这是我的左边，这样你会感觉到后面肩胛骨这里、背部这里会有拉伸的感觉。来帮你加强一下。同样的动作，这次呢，我们向右，就是拉伸你的左臂，会感觉到这边的肩胛骨这些位置会有拉伸的感觉。多用一点力量，背部我觉得紧张酸痛的时候做这些拉伸的动作很舒服。
那现在呢，就请你爬到这边的按摩床上，我帮你进行一个背部肌肉的放松。现在慢慢把头趴下来。OK， 我在这里放一个 pad， 给你播放一些放松的画面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闭上眼睛休息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按摩你的肩颈和背部。
稍稍的用点力压对，活动活动活动，放松放松筋骨，现在把脚掌回勾，
稍微休息一下再起来。下场比赛也要加油，相信你。